在光學上控制景深其實有三個方法的。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用長鏡，長鏡拍照的景深會淺一點的。長鏡的好處就是你拍攝角度會很窄，拍攝東西就很集中。第二件事就是那個拍攝距離，拍攝距離越近，例如拍一些微距相，景深很淺的。如果拍到無限遠，景深就很闊的。但最具體的第三件事就是光圈，光圈越大景深就越淺，光圈越小景深就越闊。攝影師通常是會主要靠用光圈來控制景深的，所以呢我們需要一張淺景深的照片的話，我們通常來說就要開到很大光圈，就是主體清楚，背景就會朦朧了。